虽然讲我无跟你爸爸结婚，啊，不过只要你愿意，你会当把我当做你的妈妈来看待啊。真是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以后天作有的，你嘛拢有，我绝对袂靠你想委屈。我唔敢甲天作比，也唔过只要你愿意，才就亲生妈妈同款的关心我，我就足完整啊。无问题。啊，不过最近天作要结婚啊啦，我也较无闲。我会当去斗三工啊。啊，对，我哪会这么糊涂？顶届代志都还袂煞嘞，今物若是搁出现，一定会造成搁较大个误会。阿姨，你放心啦，找一个时间，我会跟伊见面，绝对袂搁让误会发生啊。你是来做办代志的，我无想要增加阿姨的负担。我嘛无希望阿姨阁离开我，放心啦，我以后袂阁离开你啊。恁即卖少年人哦，真正是幸福哦，结婚的出头有够多啦，连印一张贴啊，都有百百种的花样通拣。是啊，我甲三姨在遐哦，目睭看拢花安尼。所以哦，我要京都一定要嫁伊转啊，让阿妈参考看卖啦。你少年人嫁伊就好啦。阿妈，你给我们一点么一个人做参考嘛？来，来，阿妈来。坐来，我看卖。哎，妈。妈。列子，你来看卖，倒一张较好。你一个人爱戆神戆神啊，写想啥啦？啊，无啦，什么代志？搁讲无？我讲哦，叫你斗阵看卖，这贴啊吼，倒一张较好啦。其实贴啊是一个形式啊，尔啦，恁教会就好，唔免浪费伤侪时间啦。你安尼定义是无讲的。妈，不要紧啦，我甲三弟哦，搁参详就好啦。你是咧无用啥啦？好心要结婚呢，哪拢看你安尼无要无紧啊？天祖，你敢要搁会记得你细汉的代志？你讲什么时阵啊？嘿，啊，即摆是安怎？我是咧讲天祖甲三妮结婚的代志呢。啊，你来忽然间讲起天祖细汉去啊，是要创啥？我只是想着过去的代志啦。妈，我有听天祖讲过。讲伊细汉时阵，你有带伊去外口住？我甲恁爸结婚之前，阮两个为伫外口住一阵。妈，恁向我想起我细汉的代志啊？无啦，阿罗看你要结婚啊，因为感觉讲时间是过啊足紧。迄当阵，你还阁是一个囡仔，今嘛你已经大汉啦，你就要结婚啊？你看麦啊？细汉的代志哦，早就过去啊啦。即摆上重要的，是甲天祖三年的婚事办得好。你若真正关心你这个后生哦，多加费一块真心在伊的身上，莫逐天安尼戆神戆神，唔知影头壳内咧想啥。啊，你最近是安怎啊？深深爱。
到今嘛，你对我讲过的每一句话，我拢要记甲清清楚楚。想怎你也想袂起来。海风海影了解阮心声，真海不敌美西面。我手无大的船只，心爱的你。你即摆去美国，嘛不知啥物时阵再样回来。天公伯啊，你敢袂用甲我讲，到底我应该安怎做才是对的？赖桑，请你来。哦，拜谢教练，我来找建志。哦，建志去上班啊啦。哦，伊即摆哦，伫信基咧做副总经理。餐饮店。多谢多谢。我有去公司找伊啦，啊，公司的人讲，伊几落工无去上班啊咧。一定是为着婷婷的代志，含王太太意见袂合，咧无欢喜啦。这个囡仔吼，实在足袂晓想的。哎，麦嫂，建姐，麦嫂，你总算来啊！你唔知啊，伊要甲婷婷。我拢知影，来，这里慢慢来讲，哦。妈，你几下刚无去上班啊？是？妈，我。我已经无想要讲你，否则我连你嘛无录音。赖桑，歹势啦，我内面也阁有一挂代志，要不你慢慢来讲。啊，无人做你。赖桑，这样。建姐，我跟你同款，我那真唔敢讲，婷婷送去美国去治疗，我实在是想拢无啦。婷婷即马人就已经好势好势啊，是安怎样啊，就要送到美国去？敢讲台湾这个所在，无法通讲治婷婷这个病上，即马吼，应该是爱甲婷婷培养感情。可以慢慢啊吼，对咱会当熟悉。这个例子吼，是尴尬慢的哦，唔知是咧无用啥货。代志拖到这个时阵才咧讲，啊人都已经拢安排好势啊。我若要讲无答应啊，讲我这个做阿公的人吼，无通情理。怎么讲这个拢已经上班了？我希望这段期间，天天会为我一己内面慢慢想着过去的代志。日记。是啊，我叫李医师把我的日记交婷婷。我在款行李的时候，哪会无看到什么日记？赖嫂，你是在想啥？我是感觉怪怪啦。总讲要送伊去美国治疗，哎，李医师又不是婷婷的什么人啊？是安那就爱陪伊咧？婷婷是李医师转来台湾头一个患者，伊捌甲我讲过，一定要婷婷治好。虽然我无赞成治疗，啊，不过至少我相信，伊对婷婷的治疗是真用心。我是感觉讲，要送伊去美国治疗这件代志吼，决定了伤过紧去。李叔保证啊，半年了，伊会带一个健康的婷婷回来。唉，我无亲像恁哦，对伊安尼有信心啦。上好是当卖带婷婷去上好啦。建志，今日我来找你哦，是希望讲。你会当甲婷婷见一面，果然见婷婷。我想哦，恁两个去试看卖，若有啥物奇迹出现咯，婷婷就免送去美国治疗。明仔载哦，我带婷婷到我家去，啊，你看啥物时阵若要来哦，再敲一电话甲我联络去。嗯，来，李总，多谢你。我知影讲哦，你对婷婷也真关心。嘛，袂用讲为着婷婷影响了你的事业，嘛，你妈妈搁在烦恼啊。来，快点。
知讲今仔日哦，海风这么透，还佫带你来只现海风。袂啦，阿公，我真欢喜来海边行行呀。哦，婷婷啊，你细汉的时阵哦，阿公定定带你来只海边啊，来只佚佗。啊，你是啊吼，你拢走去遐耍水。暗时啊吼，拢坐这个所在来伫看星星。阿公吼，拢讲过你听，你著唱歌讲听，你会记。阿公，我较早敢定定来海边啊佚佗。是啊。啊，不过我也是一点仔印象拢无呢。我伫咧想，迄定是一段真快乐日子对吧？婷婷啊，赶紧来看你啊！婷婷，你好，咱搁见面啊？婷婷啊，阿母阿公先回来一下，啊，赶紧带只陪伊，好不？好啊，阿公。你家己较细腻哦。我知影啦。坚强，这是恁两个哦最后的机会，还好阿爸啊。婷婷，你不是想要知影咱两个人的关系？我讲咱两个人的故事给你听好。好啊。恁家姐。去恁爸爸的公司上班，才认识你。迄时阵，伊拄从美国回来，我就开始追求你。你是离我倒位好啊？是安怎当初你会追求我？你人生了水，身强我体贴，只讲一个查甫人看到你，拢会想要追求你。咱伫恋爱的时阵。我常常塞车载你出去佚佗，有时阵啊，我会买你上爱的香水牌给你。你若闻到香水牌的味，你就把所有的烦恼拢总放袂记。所以你讲这三块香水牌盒啊，阿姆哥，我也是无什么印象呢。我常常带你去阮家，我妈真喜欢你，我阁会记，你会做伙煮菜给我吃。我跟你妈妈做伙煮菜啊？嗯。听起来你真幸福哦。啊，不过你的爸爸妈妈无赞成咱两个做伙，迄段期间，咱两个拢过了真痛苦。是甚物款的苦？你敢问讲我听？迄种心痛的感觉，不是讲会出来。婷婷，我伫日记内面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敢无看我日记？是嘞啊，我无方便看别人的日记。婷婷，你真是对我一点仔印象拢无。
建奇哪有法度婷婷想起过去的代志？安尼婷婷可能就唔免去美国。是王太太跟我讲的，赖莎，我敢用入去。太太，赖莎，请问婷婷人呢？哦，甲建志去海边啊。赖莎，你哪样让婷婷单独甲建志做伙？是安怎哪会袂用？我来看卖。因两个到底是多也唔好，建志对婷婷的感情遐尼深，伊敢会去伤害伊哦？嘿，我感觉真奇怪呢，啊！伊都已经出院啊，啊！你搁四过来咧找找伊，啊！尊公，你要甲带去美国哦，嘛无应该你甲家己来，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惊婷婷离开台北，伊的心情搁会出现什么变化？意思？你敢会感觉伤过紧张啊？等伊才出院外久尔，你就四过来咧找找伊。阮丽珠啊吼，就无亲像你遐尼热心嘞。老实甲我讲，对婷婷有啥物企图？嗯，我无，我只是希望婷婷去美国进前，莫去再出现任何状况啊。婷婷甲建志斗阵吼，不一定讲伊的病哦，真紧就会好起来。我当想起以前的代志。伊就免去美国啊？无可能，那也无可能。你嘛希望讲伊的病赶紧好起来，敢是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婷婷甲建志见面，哪会当好起来？伊的病特别拖到即马，迄就真歹讲啦。我是来看卖你较好。等下，我阁有代志要问你。你交我婷婷遐物件，内底哪会无建志伊本日子？我检查过，我想想咧，婷婷即马还袂适合看遐个物件。以我专业的立场，我有权利安尼做。哦，安尼，迄本日子你要哪处理？留我家己看。嗯，戴莎，迄本日记我嘛做伙早去美国，时间也到，我自然会摕予婷婷看。嗯，你意思，你对婷婷的关心哦，我这做阿公的人应该甲你感谢才对啦。也毋过，你安尼做，敢不超过做医生的本分？我真怀疑咧，你安尼对婷婷哦，到底是好还是歹啊？赖莎，我甲你同款，拢希望婷婷会当赶紧好起来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真歹势，我要是袂放心，我来海边去看嘛。是无了解，你拄只甲讲什么代志？建志一定会甲我讲较早的代志，听起来真感动的。你哪会用破坏咱的约束？我，婷婷，我找你等一下吧。我是要让婷婷知影过去发生什么代志，看是不是有记者出现啊。建志，婷婷今仔日变成安尼，嘛是你害的。我坦白跟你讲。就算你甲讲三暝三日的故事，嘛无可能起这出来。婷婷，等等。你免带伊走，我搁带伊回赖上遐。唔免啦，我甲赖上讲啦。婷婷，你去边个？
头一定要通知我，我去机场送你，你一定要通知我。该见面，你拢这样紧张。我无啊。佮讲无。伊拄只讲是建志搞害个安尼，既然伊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哪有可能害我？婷婷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谈落来，生天可想一定拢有啊。我今日会甲你讲，你伤心的往事，如果害你心情不好。我拄才听伊讲较早的故事，讲啊真伤心。我听了嘛真艰苦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啥物拢想袂起。婷婷，咱就要去美国见恁爸，其他的你就啥物都莫想，好不？家己等啊，啊，婷婷嘞，何秘书煞等台北啊？啊，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哪会甲带去啊？伊讲伊有甲你讲啊，我哪有答应伊啦？我已经叫倒来，免嘞。婷婷，啊，你甲婷婷讲啦，有想着什么代志啊？无，什么拢无想起来。我讲真侪阮过去的代志，伊听了是真感动。我感觉伊敢若是你听别人故事共款。唉，我来看吼，婷婷去抓美国一定爱去啊。阿伯，娘娘，哎，小芳伊做便当，你带来落来食。多谢。哦，阿斌，最幸福的哦，还有爱心便当通吃。我回啦。啊，你当时要出车？这边会关二就出车。我帮你看伊头前。嘿，你不要小看我哦！来，喂，紧搬啊！我帮你搬，你又唔免搬啊！紧搬啦，进来啦！一段姻缘，嘛是做功德一件。看到无，马手呢？哎，你搞啥？你搬我个查囡仔，就是搬过因查囡仔。是啊。
哥，我泡茶你啉好无？免啦，啉袂到已经几百多岁，无迄个心情啉茶啦。刚看到阿娇啊，有啦。而且我要来的时阵哦，我老师啊都要伫欢迎啦。自从伊讲为着妞妞的代志跟恁爸冤家，到今嘛也未开嘴跟恁爸讲话。炮哥，炮哥今天心情不好，有啥物代志？咱好好讲得。龙妹，炮哥啊，啊拢是寡里里扣扣的代志哦，免你操烦啦，我来处理就好啊啦。哦，不知今麦是安怎？时段话你来做啊，就。炮哥啊，我是惊伊哦，唔知轻重啦。你卖啰嗦啦，来你过来。咱有找到，已经找到啊！确实是伫阮进前所查到的迄间火云头，两个人拢伫啊。今日要听清楚，哪有较侪人去？这边一定要落雨，听。豹哥，安尼敢好？安怎？你有意见则？进去。是。都唔相信讲用火甲烧，伊袂用去。喂，江文斌，水出来啦！快啊！快啊！顶头水出来啦！哎，恁这么侪人，是咧陪啥哈？叫阿斌出来啦！有啥代志？卖啰嗦啦！你叫出来就对我啦！你叫出来啦！我都跟你讲啊，有啥代志甲我讲？你是臭鱼人啊！伊拢歹阮的车啦，阮要叫伊赔啦。修理车修不贴，我来负责赔。安怎？无修过吗？无修过啊！等一下，这条代志吼，无遐尔简单煞啦。紧叫伊出来，脚头背做啦！叫出来！咁一定要缀一顿啊！你上好是甲阿斌交出来，啊若无，我弄你的公司啦！好歹你都看卖啊！等一下，什么代志？自己看。你若敢动手啊，我随互恁拍落去啊！阿斌啊，成功。你弄到伊的车，啊？那是车走啊！我甲恁也无阵打，真正找我麻烦。你甲什么人有气格吼？你心肝来清楚啦！你先插就插，啊！头家，这件代志你莫管，只管低头，免你惹我的天。头家，我知你真爱护我，既然是针对我来，就莫拖累其他人。那车袂好势哦，就拍。民哥，你这笨手，搞无奈处理就好啊！你是谁啊？敢管阮的代志哦？萨库拉外风子啊，你捌听过无啊？伊有交代啊，谁敢动阮民哥吼，阮就送伊殡仪馆啊！好了，行啦，来走啦！吴兆祥，恁真捌规矩呢，话来就来，话走就走，我们一起走。喂，少年啊，你拢是看一个板书，莫为难因啦。算你好教阮啊，走啦！走。行啦！阿斌，妞妞，你哪去走的？刚才阿金有叫人来保护。阿斌，我惊代志无这么简单就结束，恐惊伊会再来呢。头家，真歹势，我惊你继续来，一定会拖累你的。也是。你若走，唔是我闹开。斌啊，你是甲谁有顶搭开哈？喂，华宏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因阿妈请妞妞甲阿斌伫白总食饭，你做伙来。安尼哦，
好啊，我下班就过来啊。好好好。阿公，你找我来什么代志啊？阿醉啦。阿对了，婷婷的代志吼，我有听你在讲啦。婷婷若去美国，无你靠吼，就会当恢复过去喜地，也就会当想起你甲伊以前的感情啊，安尼毋是真好，卖想不足啦。为啥你要讲我唔对啊？俺哥婷婷去美国遐尼久，想知伊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就是要甲即马所有一切拢完全放掉，带婷婷去美国。哎，你千万唔通做这种糊涂代志呢！你若真正走起啊，你妈妈先来照顾啊。我知影你一时无法度接受婷婷离开啦，也毋过婷婷进前咧治疗的时阵，你毋是有一段真长的时间无法度见到伊，伊拢会忍过来啦。为着恁的将来吼，你着要忍耐。人话了，毋是啊感情俩，啊搁有亲情，搁有责任。你即摆应该爱做吼，毋是为着婷婷了失志，你甲好好拍拼。振作起来，让婷婷将来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庭啦。我知。你甲讲你知影，你敢准备好啊？卖甲你做客气啦，等下星期上班，安尼做，唔来为了你家己，嘛为着婷婷啦。我就知影你是翘翘的人，好好甲你讲吼，你一定听入去。啊对啦。阿姨妈，你敢有代志？无，无吼。阿姨妈哦，敢做伙来食饭啦？姨妈是不要上做伙食饭。去你就知影啦。阮爸今仔甲我逼到绝路，伊才讲话。恁娘。今日迄阵人，一定是伊叫去。伊也无报恁爸的名，无一定有关系啦。除了阮爸以外，阁有啥人来找你麻烦？好啦，就算是恁爸假的，有时来找我的，我相信伊心内阁真疼是你这查某囝。你无需要怨恨伊啦。不过咱即摆已经是阿母，伊对付你就是对付我。无看过这么无情的人，你到即马才了解恁老爸做人。我早就想到伊会来这步啊啦，所以才会派人去保护你。多谢阿金。你过来啊！我都甲你讲过，唔免跟我客气啦。而且我即马咧做，唔也是为着你，也是为了我家己。以后不管蔡你毛做啥，我一定会甲伊做对。太子下面，人给我来。阿斌哥哥，妞妞，斌，坐，你又是谁？现在嘛吼，拢带恁阿金家啦。阿你我放心啊。你为着婷婷代志吼，我出来个真久啦。我想讲吼，带你来看妞妞，你一定真欢喜。所以今仔我专工带你来这食饭的啦。对啊，妞妞，我甲爸无遐尼简单的放手，又过来找你麻烦了。是后生较了解老爸了，出来进跑早就叫人去阿斌公司去找麻烦啊！啊，出来进跑真正安尼做，对方嘛无表明身份，无一定是跑过技术的。你搁替伊讲话哦！伊顶届用车来砸你，今嘛搁去公司找你，除了伊以外，搁有啥人来找你吗？应该是阮爸做的，无唔对。要错去嘛，真正擦清改啊！这条命要白救啦！你也不是到今嘛才遐尼卑鄙啊啦！我跟你讲，伊若愈要对付家己的囝婿查某囝哦，我都偏偏啊要保护伊。但是到这地步啊，我嘛无法度搁让步啊！阿平哥哥，婷婷嘞，我听讲已经出院啊，你敢有去看伊？有啊。不过，
已经袂记我是啥。既然安尼，你就应该陪伫伊个身躯边，帮助伊恢复记忆啊。我无能为力，到最后嘛是爱靠家治疗迄个意思。伊已经要安排婷婷去美国接受治疗啊。那安尼，你唔着爱阁分开啊？嗯，我嘛想袂到，阮两个命运会这么坎坷。所以我今麦看到恁安尼，我是足心酸的。会啦，阿平哥哥，我相信你甲婷婷总有一天一定会团圆的。嗯，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苦扛的啦。哎，这拢是蔡正浩家己作孽的，这害恁这事实，无家己的幸福。好吧，在恁面头前卖讲这啦，哦。我讲的拢是老实话啊，这就是蔡正浩的报应啦。后生查某囝拢无爱滴，以后注定爱做老狗。来来来来，食饭食饭，来来来，吃。来跟你，阿斌啊，跟你吃。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来，哦，你也跟做这样上赞，来。这，一个傲大查某，真正啊十八度吃恁爸吃够够的，是袂？恁爸已经安尼开刀开煞，以后都派袂起来一块。爸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你干唔才要干我？问你今麦是安怎？来来，甲恁爸驾驶的少，虽然我早就抓到，你叫人去找阿斌，按过我四十万，我也抓了唔着。结果你嘛是让我失望。你倒真正让我失望了。你明明知影讲这个妞妞甲阿斌要相带走，你不但无甲动，佮三番两次走来这来乱，你是来乱安怎的少？你敢是我生？不是生我当初去做我老爸。我今日，慢来啊，都跑得掉。小姐。伊若是老爸做会起，就应该祝福家己的查某囝。阮两个阿母，连边境向往过日子唔才对。我无承认阿斌这个囝婿，不管你有承认无，伊拢已经公证。因迄个公证无恁爸点头，绝对拢无算啦。非得总共一句，我无可能承认这件代志啦。只要阿斌死，我都唔相信讲这妞妞袂乖乖转来。爸，你袂用安尼做。阿斌是救你性命的温情人呢，你安尼做一定有报应。恁爸什么代志毋捌做过？卡实讲，若真正有报应，早都已经出过。你甲恁爸听候清楚，你上好乖乖转来。要若无我连你都同款对付，听无？啊，我转来。会安尼？只要你先做妞妞甲阿斌。无，今即马出到是啥物时阵，换你来做头啊？好，既然安尼，我一定尽全力保护妞妞甲阿斌。你上好是莫甲恁爸做头，有听？为着妞妞，我也来做。好，就当作我蔡进跑无生后生查某囝。炮哥，袂歹答应啦。你看袂做，安尼你甲收起做客囝。秋姐，伊根本都已经失去理智啊，唔知甲你创啥。大炮诶，这嘛无怪啦。炮哥哦，这尔疼妞妞啦。阿娘娘即马得为着阿斌啦，要放弃这家庭，还顾着四大人，炮哥当然蛮伤心。秋姐，你做细汉看娘娘大汉，伊敢是迄种不好的啦？娘娘今日会逃走出去，拢是阮爸逼的。有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秋姐，我知这件代志你是真为难，但我相信你嘛无希望，阮爸因为激气冲动去犯着大错啊，算我拜托你。莫跟我妞妞甲阿斌，是着阮爸伤害，好。哥，我嘛袂用伊对不起着炮哥啊。你大伯。去房间休困啦，我想讲明仔载伊要出国啊，较早休困。
爱我搁叫无？唔免。丽珠，你带婷婷起来台北，咱免甲我讲啥。我是惊伊病情会有变化，所以才甲带转来。我安尼做，也是不得已的做法。是啥物有做不得已啊？婷婷伊的精神病是好啊，伊即马是一个自由的人啊。恁怎么连我都无少尊重一下？我若决定讲哦，要住婷婷老爹我身躯边，啥物人都免想要甲带走。丽莎，我雄雄甲婷婷带走的这件代志，是我无顾虑到你的心情，我唔对，我家己害死的。要唔过我安尼做，我真正是为着婷婷好。我无感觉讲你安尼做是为婷婷好。天愈冷，心愈坚定，阮来过。